哇，这个骗人！你骗人，啥东西？这个骗人！来，我靠，你的红斑！啊，出发了！你看到我走？哎，走啊！出发了不？嘿嘿。这个方便啊，小船开开去大船那边。这个速度会快一点啊。到了，抓住。出发。来了，上岛了。我这个小明，兄弟们，这个水坑很久没爬了，底下又是大石头，兄弟们，心心念念的水坑今天过来了，兄弟们，阿峰啊，啥也不说了，直接开捞了，兄弟们。今天弄了点水泥，这边那个这个缝把它堵起来，堵个50多高，50-60高，然后这个水坑的话就多蓄50-60的水，兄弟们，然后刚刚好，石头越多水越深，鱼就越多，兄弟们，期待自己制作水坑的兄弟们，搞一点。可以了，这个搞一点，干了就快了，兄弟们，水也干了，这边也干了，开搞了，兄弟们，来，等我，你弄你弄，来了，你弄你弄，找货了，信号机啊，找一点，喂，多多，哎，黑毛鱼啊。黑毛鱼，阿弟哟，来了，来了，哇嘿，第一条黑毛鱼，来了，哇，石头缝里面藏鱼啊，喂，咋地嘛，喂，哎，抛过了，哇，我们十磅，哇，打过了，喂，十磅，哦，十磅，哇，这记得吧，看吧，哇。来了，土方，来，三刀鱼抓住来了，李诺，哈布，来了，李诺，肚里在倒的，肚里在倒，在哭哈布，来了，抓到里面去，哇啊，抓到里面来了，啊，李诺，来了。把这你脚夹了，站起来，夹吧。哇，黑毛鱼啊，速过来！看，阿布哥，黑毛鱼，哇靠，速过来！哎呦，来，大哥，哎呦，三刀鱼，来了，没有水了，兄弟们，这不走不走，哇，跑出来，没水了，猴子，哇，哈哈，可以啊，石头。他们的眼睛挺尖，哦，那那边还有一条螺，捕螺兄弟，这啥鱼啊？啊，鲫鱼。哇，给捉了几条这个。怎么样？等一下。噔，哎，小鲫鱼。呀，我靠，没水了，兄弟们。哎，他捉的那种，哎，那怕什么？这边。喂，黑毛鱼。捉那种。来了。哇，来饲料，兄弟们。宰个黑毛鱼，捉的那里了。坐在那里，再给我打四十公分。有没有高高了？那摸两摸高高了，小的，弄哪位？再给他坐着我了。喂，哎，你说怕完了，钻到里面去了。我塞骨嘛，一群啊这个。你说干嘛？他妈干嘛？塞骨嘛，去吧，峰哥。啊，你看，你到那边。咋的？你说那边把它堵住。抓一下。哎，你说。哇，红骨鱼跑出来！哇靠，这老哎，来，到这里，来了，喂，来了，底下还有啊不？能撸啊不？那我再改一下。那你看，这石头底下都空心了，都空心了，你看嘛。我这边抓住了。看嘛，红骨鱼十几公，你看嘛。哇，十几公这么大！这边肯定一个是吧？我嘞，抓到里面去了。
来来来，出来了没有？哎，好这边，再拱观看，再拱再拱观看，来来来，哇，这边弄，来了，一点了，哇，我这边压住一下，啊，跑到这边去了，哦，跑到那边去，立动，再一点了，哎，肩膀要赶住，要赶住他了，嘴就嘴住了，哇，你看，嗯，这水桶这么大，你看，都是大家伙。哎呀了！哎呦，尾巴给你一刀，抓尾巴不好抓。哎，来我按了。喂，没有，这个黑毛鱼你看。还有啊，这还有是更大的，红的那个，在里面啊。五个，开板的呀！哎，打花。哎，五百元就两。咦，我的，花爱了。哇，师叔，找我的了。啊不，怎么了？是是，只能抓狮子猪了我。哇好，来了，又抓一只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哇，黑毛。还有啊。中国的那边里，那边看一下，这头看一下。哎，宰一把过了。来，宰这个这边宰一挂了，撞到里面。哎，尾巴还碰到了。阿伯，你没赶一下不？你看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喂，来了，来，我三道鱼，兄弟们，还有好几条，这边还有好几条，这哪我，阿伯你赶一下不？狐狸跑的，狐狸，看看看，阿伯赶一下不？很上头啊！碰到碰到，碰到没有？碰到了。阿伯，啊，来吧，来点，快放到这边去，再过我不？我让你赶。哇，这个漂亮！你漂亮，啥东西？来，我靠，一个红斑！哇，吃点粑粑，漂亮！来来来，里面还有，够吧？还有，走了走了走了，看看看，哎，哎呀，这一头啊，哥，这一头啊，这一头你看，啊，哎，哎，哇，来，看到鱼。啊，把谁在那里？这边，我看看都老公嘛，脚张牙舞爪的，在那边去哦，这边看不到了。啊，我为了辛苦了。哎，哥哥，哎，哥，哇，哥，哥，可以吧？哇，大鱼，来了，哇，太猛了，哇，高着呢，高啊，哥。高着，等一下，我鱼拿。这边高着呢，高。抓到多少都在石头底下，抓不出来，兄弟们。钩子给他赶一下，然后赶一下把他跑出去，跑出去就再抓。哇，石头底下藏个鱼，兄弟们！来来来，来把他钩出来问我。哇，还有个老了。对，他跑你的，没打我。来，这里哇，看吧看吧。哎，左转住了，左转住了，抓一只出来，看见没有？我按住了。哎，又跑进去了，尾巴呢？这边又跑出来，进来来。哎呦，又跑进去了。我的尾巴还是，哎，又跑出来，又跑出来，哎，在哪里？哦，我跑嘞，我跑嘞，我跑嘞。哎呀，对，从这里，往里面一拉我，那里面一拉，哇，太大可以啊。不要算了，怎么着的？哎，出来了，出来了，看，出来了，又蒙了，又到了，又到了，终于得了，又到了，算了吧，再来算了。哎，没得了不？哎，看到一下，抓住一个，抓到没有？没多大，哇，黑毛，不大，哎，算了，不大算了。我看到没？你这再试一下，如果实在抓不到就算了。哇，你找个几亿的吧侬，我的手干不来呀，给我手干不干干过来呀，我手干不来，给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中了，我在海里了。高在哪一个？我这边再高一点。差不多，走一下。磨啊磨啊，兄弟们，哇，来来来，长大长大再来，哇，抓到你给来。看收获去了。哥，你可以吃不到了不？旁边找一下。一定把它高上。来看收获，兄弟们，旁边阿伯再找一下，咱们看收获你。哇，今天黑毛鱼搞了一群啊，兄弟们，我天，再攻啊，再攻，到了，
三刀鱼搞了好几条。哎，把那爪鱼你看开的跟蘑菇一样，哇，漂亮吧？呵呵，都花呀，直接给我搞定吧，兄弟们。重点在这边了，执行我，兄弟们，可以吧？哇，虎彪彪的大家伙，兄弟们，回家了，兄弟们，拜拜，送丈母娘去喽，开了好听哦，阿星就笑了。